成全你们！东西我带来了，把人放了。失职误会了。君王若是想走，他随时可以走。但我看他自己是走不动了。什么意思？ 君王在大婚之时替太子喝下了毒茶，其实他是为了你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他才能和杜小姐恩断义绝。是真的吗？我没事，别管我了，你快走。 别着急走嘛，啊，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为什么那么急呀？走了，清流，清流，你放开我，清流，清流，你要对他干什么？放开我！ 下面是万古出没的剧毒之地，放开他，你就能活。有我求情，云裳一定会放过你的。少，帮我们！他杀了我母妃，还抢走了你，我为什么要救他？太不会放过你的！你放手！ 你又被带下，松开他，你就能活。不放，傻瓜，快放手！不放，宁死一起死。如果有来世，我一定会抓紧。好，我成全你们。啊！花儿。